蓝罩我觉得蛮适合一罗一的。对啊，蓝罩的话有血又有防，而且你可以把他们缓住，然后开始狂敲他们脸，狂敲他们的脸。那缓多久？看一下，哎、欸，很久哎、欸，周围附近35%，两秒30%不是吗？秒哎、欸，两秒还是几秒？四秒啊！你要记得开啊，重点是你要记得开、啊。那、哦、你就 R 完马上开，然后就跟乌龟，嗯，就跟飞乌一样。其实我每次出蓝罩都忘了按，我知道啊。好啦，也是可以啦，蓝罩。那我黑切出完出蓝罩，还是先出黑蓝罩出黑切？都可以啊，我觉得黑切也不错啊，你可以下次试看看，因为我常出黑切啊。有吗？有啊，我上一场我今天晚上每一场都有出哎、欸，都是在正奔之后出的。吸血书要移除掉了。嗯，我卡玛之前都出吸血的哎、欸。我不知道为什么要移除、啊、PPE 还是什么 PPE 什么东西上面写的，最近那个了、哦。哎，那边有三支眼，我还差眼，我是八七吗？好像确定了，哎、欸，被什么挡住？那种塔都曝光了。哦，你刚刚拉到他分身要不见的时候。Thank you。这种进爪那么肥、啊，他就是吃力就那么肥。给找八只，应该是可以吃。你看，这次要回家了，那就吃吧。华丽，来吃啊！不是，我真的是很会抠巴龙，你不觉得吗？啊、有吗？哇塞！你今天的每一场巴龙都有扣，哪一场哪一场有失败过？啊！我不要回去。好猛啊！好猛啊！2250哦，差400块耶。可是我35秒后才有大耶，我要回家吗？随便，随便。没了，没只哦，大你十，大你两等，应该不用怕你才对。就算我这个血没大的，现在下路，然后求你往上走了，求你去上面，直接找你。好，那我要拆他们中塔。好，那我推推看。欸，我一直打错人呐、啊。欸，他们找我玩了，他一定追不到我，跑得太快。哎、欸，按到商店。你可以打、啊，如果你要打的话。啊！他怎么在？哎、欸，看错了。What？ 看错人了。阿刚。但是，然后按九头蛇，那我没死，怎样？正常的吗？你骗我，他还是很痛啊！我被他打了500多哎。你跟谁打500多？啊，那个奥利安娜。正常、啊。那我还是要出正本，不管。那也是。我想说，我是说他不痛，我是没有没有。哦哦哦哦，他没大，两个都没大。哎、欸，那个。好、oh, nice！ 啊，投了，投了、嗯，好快啊！来吧，最后一场我们一起打波。好吧。哦、oh, 耶、yeah, 啊！因为这场太快了，对不对？汤姆出攻速，人家砍蔬菜。什么？汤姆出攻速，人家砍蔬菜。你说谁出的？谁出攻速？钢普啊，攻速超快。你下路好无聊哦。101耶、欸。为什么？那格雷夫单挑打不赢我。你不是很久没玩了吗？格雷夫改那样子，你打得赢了。格雷夫是不是被改烂了、啊？前阵子他超强哎、欸。对啊，现在最强啊。那线上吃不到币呢、啊。
你是说他两个？他自己把自己的兵挡住哦，自己的招式。他不会穿透。你说散弹枪没办法穿透？对啊。哎、欸。但是他靠近，他最近距离的时候打最痛。哦。我要继续玩钢普中，然后农兵了。开心农场。等一下，你刚刚 KDA 多少？545啦，很强。545哦。545哦。2.5 哦。嗯。好啦。欸、我最有钱欸，我有 13K。好，算你狠。我是大。你的钢普在我心目中还是1:1啊。为什么？就是这场赢，上一场输啊。没输啦。有吼，我都还记得你那场。没有啊，忘记就算。你那一场被压到不行哎、欸，有吗？我被压？有，你那场03级，我忘了，好像有点印象。Fuck you 啊！哎、欸，龟龟在，龟龟在。然后你要邀他吗？可是这样都四个人。我在打那个，等等。他在吗？你先密他在，你确定他在吗？哎、欸，这棍对空哦！有按吗？为什么会被破、哦？我不懂哎、欸。啊！回我了，等等。我的吧。哦，为什么那个没有办法对空？那不是反击技吗？骗人！他回你啊！要看看。对啊，为什么啊？根本没办法对空啊！要死了，要死了，要死了！不是你们的路。哎、欸，你们好过分哦！我只能辅助打野是怎样的？辅导别这样。这样啊，看很像是白金一吗？对啊，那、啊、你要播了？对啊，哦，中一中了吧？哎、欸，我明就先抓的，我躺，他躺在地上，我先抓还输，什么东西啊？我按大绝了啦！大绝中我就赢了，为什么没有？烦呢、欸！烂游戏。Fucking back again！ 哎、欸，我中路哎、欸，为什么？他没有抢我，真的是，他真的是，他是不知道我上路有多 carry 是不是？所以他不是选了一个上路吗？对呀、啊，可是他又抢我的、啊。没有，他不是选卡扎丁。
同一个哎、欸，鸟的我打爆你！他是卡萨丁上路啊！上路啊！我就是想要雷你们、啊，他怎么接电话、啊？免啦！哇！啊、哦，我还是打全市场啊，连胜哎、欸！ビール平和。刚刚是不是有人忘了笨脚啊？是我吗？哎、欸，没有提醒我，我在打那个，对不起。五分钟，你叫他不要抢我上路。我跳起来了哦，笨蛋。赢了，五分钟，对不起，大家进通话啊。看一下胜今天的胜场哦，五连胜哎，对啊，好猛啊 ，It's Kelly。什么打 CPU？ 不会吧，这时间没有人玩这个吗？欸、有了，来了，来了，来了。哇靠，路卡利哦，85%胜率 ，Really？看来要是我今天遇到的吗？我看到的吗？不知道，看来要小心了。被抓到了吗？我去，他说他进不去重头啊！抓到了，太打啊！会不会说他进不了重头啊？等一下，他在打，他已经在，不行，我现在没办法。Great， 赢第一场了。喂，喂，可以啊。我刚刚自己加加不进来耶，你看那个通话的键就跳掉。
换我中了，想抓我？你在玩什么？啊，哈哈，霸气，这手放大的。说你们在玩什么？找到了啊？你们在玩什么 ？Hook 钱啊！你们看 Skype 我有分享啊。还在转，还在转，你好可爱啊！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要死了！啊，我躲掉吗？躲掉了！抓到了，还没死啊！赢了，85%胜率，我打赢了！不错，不错，不错，这场可以排了吗？五分钟了吗？1分20秒啊！如果你中路要玩谁？看一下哦。你有没有看到我精美的胜率啊？有啊。那你敢雷？你试试看。不会，你放心，一定把你送上波。你讲的哦，你怎么知道我要打波了？不要这样，不要听他胡乱。看你90分啊！哇，偷看。哇，你对面那个皮卡丘好宅哦！什么好宅？人家是摔角型皮卡丘呢。133胜哎、欸，人家是女的哎、欸，133胜什么东西？他打了133场哦。我一过1000多的。我玩中路，我玩中路一折好了。如果是我一直玩这种游戏会腻。啊！被抓到了！摔角型的有差吗？嗯，差很多啊，两只根本不一样。哦，我讨厌这种跳起来的，不知道怎么办。赢了！我感觉每次都打得很惊险欸，有一点，因为他们的伤害都特别高啊，还是我防御力太低啊？可是你打得很痛啊！发破的漂亮，我喜欢。哎、欸，为什么？砰！哎、欸，好痛啊！哦、oh, ，我被接一套了。被摔成87啊！靠！算了。哎，白痴哦，我以为空大了啦。可以排吧？哇，打他也好痛。嗯，因为他被我抓到了那个、啊，只是全点攻击啊。嗯，对，不过那个没有差很多。快到了。啊。对，刚好把我传过。啊，赢了。中。哎、欸，129还不一定、啊。你要跟我换对不对？Excellent！ 反正你不要被他黏到就好嘞。什么东西？就是不要被他贴到身体。对啊，真的。
我很怕近战啊，这只。而近战不是很多只吗？边角边角。哦，这个人一直放哎、欸。金针角很多，没错啊。哦，又是火狐，这不是刚刚那个吗？这就是很多人在玩吗？我胜率是不是刚刚跑到47%去了、啊？我连胜两场，竟然现在48%。干嘛？